今天参加其实跟我当时所想的很不一样。我发觉，赵董事长给我们的 impact， 然后一些想法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很多元。尤其他在实业界有接触过这么多，包含出版、包含媒体、包含旅游类，他都很以消费者的角度为出发点。这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长辈来说很难得遇见的这么一个关注从消费者的想法为出发点的人。那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我发觉到能够从小的地方开始着手，然后专注的去完成这件事情，怎么想能够先赚到钱，怎么想可以把事情先完成，我觉得真是最重要。这是今天我觉得赵董事长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启发，谢谢。